跑零度，奔跑吧兄弟。本栏目由上海大众汽车奢侈宽体轿跑 Lamando 零度独家冠名。Lamando 零度现已全线预售开跑，零度轿跑，魅力战袍。本栏目由玉条鸡尾酒领导品牌 Real 鸡尾酒特约播出，极致影像，至美一拍。参与互动，赢取 OPPO N3 电动旋转拍照手机。公元450年，亚瑟王赏赐守护骑士鲍斯一条稀有的蓝宝石项链。传说中的预言骑士，拥有这颗宝石的人将获得永恒的爱情。鲍斯将它作为信物送给爱妻艾琳娜，并取名为海洋之心。鲍斯征战沙场而亡，项链也随艾琳娜颠沛流离，不知所终。千百年来，为了拥有这个象征永恒爱情的珍宝，世间的人们演绎了一段又一段惊世传奇。多好啊！哎呀，真好看！你知道吗？前两天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一个款式，它的盘扣比你这个可精致多了，而且腰线收得特别好。到时候我肯定还会再定做两件，可以吗？啊？哎，你项链真好看啊！啊？好看，好看，好看！谢谢，再见。易小姐，邓先生，你好，你好，你好久没有来白乐门了。哦、是是是是是。我最近排了一个新的节目，而且你知道吗？这一件玫红色的旗袍，我就知道是你喜欢的颜色，才为那个节目定做的。决赛。旗袍太漂亮了。我就知道你会喜欢，所以我的新节目你一定要来呀、啊。必须的。就这么说定了。一定的。再见。OK。王师傅，那个邓，王师傅，对对对，上班去，下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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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班。哎，我这一叨叨，你就小文，小文，小文。我最近进了两头狮子，是吗？来，你看，那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个狮子，嗯，这个啊，你看这个，你看，哎，你看，哎。等一下，稍等，稍等，我给他晾晾，给他晾晾。你跟他做套旗袍，哎，给他做旗袍，好不好？哎，过道过道，哎，好，小心。哎，到了，到了，哎、小姐。哎呀，你慢下啊。嗯。来来来，您下来啊。哎呦，您这项链真好看啊。谢谢、啊，记得晚上一定要来接我。好好好，那晚上见啊。嗯、好，再见。哎，好嘞。陈老板，哎，依依啊，最近听很多老板说你工作不是很努力啊，啊，是不是攀上什么高枝啊？怎么会？您这儿把我捧得这么红，我一定不会另谋高就的。晚睡，不要搞得大家都很难看。那是，谢谢陈老板。哎。你最香的一种啊，没什么，
好好工作。陈老板再见。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最近的好忙啊，还好。给你，哇，谢谢。哇，这给你好靓啊！好了，你先化妆，我要上场了。好啊，拜拜，拜拜。拜拜。易小姐，都变了，难道意大利？原来衣服不是这样的。不会，我说你都演了。现在是哪年？多大了你？我不知道，我突然间到这儿的。你那个鞋子是什么鞋？你是穿越过来的？穿越。Hello。这里边呢？这什么呀、啊？这我做衣服的，怎么跑这儿来了？
传说的古老项链，仿佛在冥冥之中牵引着七位兄弟来到了2014年的上海。在这里，他们将接受怎样的挑战呢？陈老板，你怎么在这里啊？因为我的珍贵，人人都想拥有我。在这个时空通过我的考验才能找到我古老的项链。首先完成第一个任务，我会带你找到其他所有的记忆。我的任务，因为我的珍贵，人人都想拥有我。在这个时空通过我的考验才能找到我。首先完成第一个任务，我会带你找到其他所有的技能。孤傲的项链，孤傲的项链。任务内容，请找附近市民掰手腕，并掰赢十人。十个人我不行啊。你好，来坐坐，叔叔跟你玩个游戏啊。好，游戏很简单，把你的手给我，这样。对，手给我。哎，叫什么名字啊？哦，吴昊，吴昊你好，叔叔呢要跟你完成一个任务，好吗？嗯。我让你两个手给我掰手腕，好吗？嗯。两个手你也拦不过我。预备。哎。哟。哎呦。现在人怎么？走，太极退掌。哦哟。哦。哎呦。哎呀，我赢了。哎呀，我出汗了。那小孩不算。为什么不算？小孩不算。你叫我奥水晶啊？好。对你哪个手力气大？我这个手啊。好。你的小手。啊，我就这个可以，这主要是我这个手不行。好，给我这个来做。不，没关系，没关系。不要紧，不要紧，我力气太大了。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我就来这个手。啊，确实，来这个手来。你要小心啊，好不好？我力气太大了，别怕啊。来，预备。但是要认真努力的。我知道，好不好？对，一定要用力。啊。吃奶的那种力。我知道。我们开始了，预备，一、二、三。我是在一个什么地方？为什么所有人力气都这么大？呀，你把这个手放。不好意思，大爷，这个没有，我没有用力的，我只是搭在这儿。搭在这里，我搭呀，搭在这里是用力啊。是，这个都没看见，我放在这儿可以吗？可以，好没面子。我可能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你要不有事您先走。不，没事。啊，我没事啊。没事是吧？我就跟你不是，我怕耽误你时间。没，不要紧。啊？不要紧，你要跟我来吧，不来嘛我就走。啊，来，那你确实力气特别大，来，一二三。放弃了？我放弃了。你让我？我让你。我不要你让我。我再来试一次。再试一次。你真的是让我？我是让你。我没用力了，不用了。好，来，来，朱姐啊，来，啊，行。可以。朱姐真的确实注意力就是非常，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来，三、二、一，朱姐。朱姐，你看，朱姐，你真的，你又让给我了。不让，我是输了。是输了是吧？输给你了。确实是输了哈。对。感谢。谢谢你。再见。谢。拜。力气真的太大了。
哈哈，呜呼呜呼，爸。帮我吹一下，帮我吹，别用手，千万别用手，吹哪去了？大姐起来，给点面子，快！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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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耶！谢谢。出！你带我去哪儿啊？让我歇会儿好了。哎火！哇！速度速度！加油加油加油！这是拿生命在吃西瓜。你们太过分了，早晨吃饭。这是你的任务，请看任务卡。请扮演蜡像半小时，等待一个重要的人到来。接头暗号：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个待遇很早了，这个变了，这个200、325、300300、1、300、300、400、300、400，要炸弹！36个，好看。没有完成任务，累死我了。才刚刚结束，不要！为什么你被抓走了？我不知道。那我怎么办？不知道，可能还要你吃吧。我还要吃吧。大哥，来，来。南京西路，大哥，你知道南京西路在哪吗？什么叫南京路？什么地方？2-68号。南京西路2-68号。肯定在前面，前面，前面。跑过去要多长时间？有段路的。有段路的，那我走了。十分钟啊！我跑过去十分钟。好。哎，南京西路2-68号。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好像没有人哎。弄堂的朋友们，我邀请大家来做一次掰手腕，因为我天下无敌啊！天下无敌啊！
没有人来改来了。我现在已经完成了任务，对吗？我可以去找我的其他的竞争者，然后去找项链的线索。为什么我会疼？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你不会也是蜡像吧？吓我一跳！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我是要哭了吗？我等的人怎么还不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你终于来了。真的是你吗？真的是我。你知道我为了等你，我腿都麻了。你知道刚才路过好多人跟我照相，你终于来了，你真的是你。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我的真爱在这里。Yeah. 我现在来说明一下你们俩的关系。好，其实郑凯你是百货公司的富家少爷。我是啊，我一直都是啊。好吧，依依您是出身贫寒的歌女，尽管少爷的家里一直在反对你们约会，但是你们一直是一对蜜蜜的情人。你父亲还那么讨厌我吗？我知道了。不重要，只要我喜欢你就行。依依，你曾经胸前带着的那个海洋之星，就是郑凯从家里偷出来的传家之宝。传说中拥有这串项链的人就能够拥有幸福，因为你们先后是这个项链的主人，所以今天你们可以作为一组来一起夺回珠宝。接下来的任务中，你们两个可以相互暗中帮助，但请不要告诉另外五位成员。今天一定是我们最后可以夺回那个真爱的项链。那还用说吗？我们两个人，对，他们都是一个人，这就是完全没有难度了。好，两个人的智慧和两个人的体力，关键要有默契。关键还有默契。Yes。Yeah。喂，我。好美啊！东方之珠，哇！哇，在哪里啊？哇，什么地方？哎，好像跟我们是有关系的哦。不要管我，我的天气！哎，小心！哎，小心！哎，小心！小心！小心！你经常下水啊？被我们闪了。不用。哟，王裁缝，王裁缝，你会做这种衣服吗？是啊，我说还有这种布料，我见都没见过。王裁缝，为什么你穿着女人的丝袜，还有个英文？因为，哎，我也穿着。哎，你这穿还都穿着，对，脚趾呢？对呀。你们七个人穿越到现在，就是为了寻找那个宝贵的项链。这个游戏环节，如果你们获胜了，你们会将得到这个项链的重要的线索。你为什么要把项链搞丢啊？好了，请到指定区域和东方明珠合影。在听到导演给出要拍照的口令后，相机会随时自动拍照。在照片中露出全脸的人可得一分，积分最高的人获胜。你指的拍照是那个会勾人魂魄的机器吗？你说的是什么机器啊？你是妖术。
你在民国也不在怎么了？那个机器在哪里？请往大巴的方向看，请往大巴的方向看。啊！啊！为什么又是他呢？我们就直接到海里拍吧。去吧去吧。大家在这个泳池里玩拍照片的游戏，上浮台把自己的五官露出来算获胜。那这个对一很不公平啊。我们都试验过了，是没问题的。她是位女士，那你们可以照顾她呀。那不可能。来准备。啊啊！来，准备，来，哎呦，啊！快点啊！第一轮开始。我等一下。好，来来来，一位，来来来，来，我每张照片都那么我在哪里？看看我呀！现在是右下方的一得一分，其他人在这一轮比赛是零分。这么看，其实你看一的大腿还挺粗的。我特别受不了的是什么？我特别受不了这么短的距离还有人游泳，游过去我真的受不了。这一轮呢，就说是不但要把自己的整张脸露出来，还要把你们的嘴巴憋起来。我懂你意思，懂呀懂呀，做抉择就完了嘛。准备。开始拍照。谁的脸被打着了？我。妮子，你还遮我？废话，像你打我，每次都打我。中央是我吗？王宝强、海泉、王祖蓝、邓超、陈赫得一分，终于有一分了，过零了。郑恺零分，来一轮。这一轮的规则是，要面无表情。面无表情。对，不能有任何表情。不要那郑恺天天那样。开始了，拍照了。
的。哎呀，看看这表情，哎。够大，耶，够大。哎，开一。哇塞，开一。笑了，这就是我的面无表情。得分的是王宝强、依依、王祖蓝，其他人无效。我去哪里？我难道不是严肃的表情？海泉是深情的表情，深情的。你误会我了，从来不生气的。我觉得含情脉脉的。郑恺面带微笑。你误会我了，我就是这样。我觉得你看见我平时就是这样的。其实能哎，真的，我一把导演，我那这一把把真的赢的就我一个，因为我真的没有。真的没有表情，一个都没有。但是你没有五官啊，你没有脸。这一轮呢，大家要把脸露出来的同时，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睁只眼闭一只眼。对，我们是全做到，然后缺陷的人做不到的，没办法。刘总，你见了眼，来，你可以。准备，三二。不用吗？这么快上镜？啊！能不能给我加一分啊？不用吗？开始，开照了！你咋老推我呀？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好厉害！我在哪儿？我人呢？在别人的屁股上。我投降了。谁做我的？谁做我的？他的屁股太翘了。这一轮比赛里面是海泉得了一分，海泉应该两分了。海泉真的有两分，你看看他身上那个图案，也是黑黑的。现在王宝强、王祖蓝、依依、海泉得了两分，一模要决出最后的冠军，说明还要再来一轮。三二，开始。拍照了，开始拍照了，获胜的是王祖蓝。哇，谢谢，耶，你分是吧？第一次拿第一，酷。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一次会赢吗？啊，什么？有策略。不是，因为我没有跟你们一对。好了，王祖蓝获得了胜利，你就得到了相应的比较优越的条件，来寻找那颗项链，这是你的，唯一是给你的。你现在看，
你可以现在看，但是不要别的人看到。你们要寻找的项链就在这幢建筑中。不可怕，好可怕，好可怕！啊啊，你们干嘛？我们说过不动武的好吗？我，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场直截了当开始，给你们任务卡。天都黑了。我都困了，你们终于来了。接下来在这栋房子里找到我吧，孤傲的项链。找到你，我就好好教育你一顿。我告诉你，就是在哪栋这栋房子。这个项链告诉你，它会在这幢建筑里。这幢建筑叫上海一九三三，建造于1933年。所要寻找的海洋之心，就在这个建筑里。以前我们的家，我的裁缝铺。在这个建筑里，随机放置了50个箱子，只有找到正确的箱子，才能得到关键线索，而线索将决定你们的命运。只有留到最后的人，才能得到项链。你看这衣服，这衣服不好看，不是我做的。对，没什么线索，没有线索。哎，这个不是我们那个时候的图案吗？很像我以前唱歌的地方。哟，旋转木马哎，有负1层的，那就有6层。我的天哪，有6层！从来没有试过，我是第一个赢了，然后就找到线索。一般来说，我都没有找到线索，所以我要先让他们走了，我才去看看我的线索。来，我只能远远的看着祖蓝，对，祖蓝一定不会轻易的告诉我们在哪里，所以我要远远的跟踪他。线索呢？箱子呢？不给我箱子，我怎么知道有线索呢？那有箱子，垃圾箱子，全是垃圾。哎，哦，还是我们的箱子。把我的线索拿回来，把我的线索拿回来，线索。哎。Hi. Did you see some boxes? No? Are you sure? Are you sure not? Do not cheat me. You see some, right? Find by yourself. So there is some here, somewhere, some boxes here, right?待10秒，静候结果。OK。箱子，箱子，你可以带我找到项链吗？3、2、1。哎，有了。箱子，箱子，你可以带我找到项链吗？中间出门的左边，箱子，箱子，你可以带我找到项链吗？10、9、8，走开！
我的。怎么了？我的。一部电话对吗？我的。是不是一部电话？是。好聪明啊。是的。我们可以合作的嘛，对不对？除非你愿意把你生命当中的十秒钟给我。没问题啊。最重要的十秒。可以，没问题。你看。哇。一真的是好人，一太好了，十秒钟很好。可是我已经等了20秒了。你等吧，你继续等，连线都没有，你怎么弄啊？骗子！哇！我太好了。箱子，箱子，你可以带我找到项链吗？然后等待十秒，静候结果。箱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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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带我找到项链吗？然后等待十秒，静候结果。我讲话，谁能告诉我？我千辛万苦找到了，为什么不理我？原来是这里，主入口的旁边。哎，为什么有只鸟在这？一只鸟在这儿，这儿出现这么一个奇怪的鸟笼，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这很不合逻辑，对不对？所以他一定要给我们什么指示呢？他的指示就是你们就像鸟一样被我们关在笼子里蹦来蹦去。还是带着吧，带着会有用吗？我觉得有用。No， 这儿不像能藏的地方。箱子，箱子，你可以带我找到项链吗？这怎么是我的照片？好丑啊，那个时候的我。真的有哎。喂。请认真听以下信息。OK。你们当中有一个人回头。嗯。就会被淘汰。滚！快点，快点！现在，你可以向我提一个问题。好吧，那个人会不会是我？不是。不是。我们都不回头了，就是我们就这样喽，这样了。我还是爱心的提醒我，提醒你，哎，不要回头。OK OK， 我下次我们再相遇的时候，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好消息。OK， 好吗？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千万别回头。啊，那不是回头再不要回头，我也不回头。谢谢你的猴子。行了，我往前走。哎、你哪边都。哎，那我这样不是我问你一下，那边你都看了没有？我就没有了，没有啊。啊，我不敢回头，怎么回去了？别回头哦。回不去头了。Okay。
项链。微剧场，这是我最爱的地方，因为我在北京年底我的剧场就要出来了。关灯。嘿，你们好吗？你们好吗？这边的观众你们好，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这么多年支持我们奔跑兄弟。奔跑兄弟呢，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照箱子的活动。我相信在这个剧场，哎呦，来过，还没出去，他在干嘛 ？Oh my god！ 箱子，箱子，你能帮我找到项链吗？我是电话狂魔，狂魔，狂魔，电话狂魔，电话狂魔，电话怎么接我都不知道。喂，请认真听以下信息：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身高超过170公分，就会被淘汰。我们当中有一个人身高超过170就会被淘汰。等一下，反正就是除了我、王宝强和王祖蓝，其他全部被淘汰了。那宝强和祖蓝这回赢了，我天！只要超过170厘米就会被淘汰，那就是有好多人不能站直。谁知道我们没有1米7，真的是最好的一个优势。这个太狠了，这是什么时候能解除啊？这个腰会受不了的。陈赫接到电话，有人身高超过170就会被 out， 这个人不是陈赫。好累啊！你吵架为什么？真的没有吗？真的，真的没有？为什么？我也在这里。你告诉我，你来，对对对，秘密图册。这个是103吗？对，103。这个就是你们的，你们这个地方，那肯定就在这里了。对呀。刚才我看见那个星星，就是说在这里。在哪里？在哪里？可以拆了吗？这个可以动了吗？喂，可以打开了。啊！箱子，箱子，你可以带我找到项链吗？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脱了鞋就会被淘汰。我们当中有一个人脱鞋就会被淘汰。现在就是这样。你可以向我提一个问题。这个人是我吗？不是。当中
王祖蓝接到电话，有人脱鞋会被 out， 这个人不是王祖蓝。我们当中有一个人脱了鞋就会被淘汰，稍微记紧点。给我个藏宝箱好不好？我有个箱子，情书，台灯。哎，其他人是不是跟我一样一筹莫展？哦，哎呀，早说嘛，就这个听。Sorry。因车祸去世。喂，去一楼什么电梯层找报箱105，太损了，哪有这样的，这要给红包吧。真的很不好，但我不敢碰它，这狗太可怕了。荣丰百货大少因车祸去世，私自私取百万传家宝被逐出家门后惨遭车祸，英年早逝。1933年9月24日，我在1933年9月24日就已经死了。不是活人，他们对我没有约束，我可以直立行走，我可以回头，我可以脱鞋，算了，有点臭。我去找依依，告诉他我是因车祸去世。钻下来的，里面有东西吗？没有。Ready？ 什么都真的没有，什么都没有。你在干嘛？我在爬洞。不用管，我告诉你，我发现了什么。我先治一下。荣丰百货太少因车祸去世。见过会跳舞的爸爸，见过会跳舞的爸爸。我们先试试把别人干掉好吗？你可以站着。什么人？没有人。车哥。你不能脱鞋。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脱鞋。我们一起来，这样，你先坐里面，我也坐这边。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聊聊什么？兄弟们，你们都在哪儿啊？哎。哎。你有喝的？我们分开之后到现在没有碰到另外的一个人。你不要太紧张，你流的汗太多了。
不如这样，哎，我们试一下，我牺牲一个条件，啊，你牺牲一个条件。如果我站直了，我没死的话，我没 out 的话，你会做什么？那我脱鞋。好，我们数一二三啊，我脱鞋。三二一，站直了，别趴下，你干嘛？哎，拜托，我脱。已经有人脱了鞋，已经有人脱了鞋。说的是你了。他怎么会脱鞋呢？他怎么会脱鞋呢？他怎么会脱鞋？邓超，他怎么会脱鞋呢？他怎么会脱鞋呢？他怎么会脱鞋？聊聊什么？你不要搞我呀！迟早还是要搞的嘛。不要搞我。同班同学在搞我。来谁搞谁好不好？有谁来啊？不管他谁，来谁我不给他脱了。同意。咦，你是这样的？我快累死了。你们三个人。快来。可能不是我，但是你这个很过分。千万别回答。打死我都不相信你会 out， 真的 out， 你就 out 吧。还有你当队长，当队长有什么好的？就是第一个 out， 你得带队，先 out， 下面第二个。我不陪你，你爱找谁找谁。朋友们，人心叵测啊！其实我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儿，因为腰已经很酸了。哇，这是空的。哎，没有一个好人。他也没有一米七，所以抱起来也是一米七。抱起来超过一米七算吗？快点抱起来！不可怕！怎么办？你超过！超过了，刚超过我了，但是他没淘汰。走吧，找海泉去。哲，我没走。他在搬我的时候，你在干嘛？我很害怕打架，我腰不好。陈赫，你真的是老娘们儿，我算你看透明了。我连每次老关键时刻你掉链子，你看没？哎呀，陈赫这人真的不可信。没有一个好人。这个地方你来过吗？没有。哇哦，甜酒哎！啊，不是，有没有？啊，我在看吃的。你找吃的？不能找吃的，要找项链。没有箱子，真的没有箱子。这里没有理由，没有箱子的。好像已经打开了，念一下试试咯。应该一定有了。箱子，你可以带我们找到项链吗？
你们当中有一个人笑了就会被淘汰。我们当中有一个人笑了就会被淘汰。那这个麻烦了。现在你可以提一个问题，是不是我们两个其中一个不能笑？不能笑。不是，不是我们两个。整晚都可以笑了，哎呀！人当中有一个人笑，主播，笑就会被淘汰，这么难呢、啊？很拙劣的演技，肯定是你打的电话。对，一定是他打的电话。你打的电话？不是我打的。那谁打的？肯定是你打的电话。你打的电话。怎么又动了？你怎么又动了？肯定没有动啊！可以笑，失败，这次杨柳彻底失败，忘了，你又过来，又过来假装仗义，假仗义，不弄你，你干嘛呢？真是的，走，咱们去吧。完了，郑恺这兄弟彻底没救了。曾经呢，我觉得他特爷们儿，特男人，可从这件事看出来了，他被女人给所迷惑了，不能相信你。最后，郑恺一定会死在他的手里。不信，你就等着瞧。我明明都可以，我撞得好累啊。黄祖蓝和胡海泉接到电话，有个人笑就会 out， 这个人不是他们。胡海泉、黄祖蓝也可以笑。哎，哎，你俩在哪里呢？找你们，我一直在找你们，我把他们都给对付了。不要笑。哎，哎呦，终于见着你们俩了。喂，哎，不是我们俩，我帮你引出来了。有没有碰到王祖蓝？没有。海泉？没有。他俩我都没见过。没有。第一线索为什么在王祖蓝那里？为什么王祖蓝至今到现在没有露面？他躲起来了，他一定是躲起来了。我看到了，快！哎，兄弟们，我看到了，你们谁在这边呢？王祖蓝，我仗义不仗义？终于找到你们俩了。我先告诉你，笑是他打的电话。他打的电话是什么？干嘛呢？你们去哪儿了？有人笑了，有人笑。不是这鸟，拿我的鸟了。哎，我问一下他，不好拿我的鸟啊！告诉我，那个
金项链在哪里？金项链在哪里？强哥，你要帮我！强哥，你要帮我！你们干嘛？我们说过我们不动武的，好吗？我，喂，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线索在那边。等一下，鸟儿，你为什么不给我看？我为什么要给你看？你以为我是正太啊？正太见女人就信，我才不信呢。甭管是那没人见，没用。我这人不好色，我这是正直的。太多公仔了。箱子箱子啊，我差不多是最后的机会了，我已经好累了，你可以带我找到项链吗？十九八七六五三二一零，响了响了。你们当中有一个人大声说话就会被淘汰。你们当中有人大声说话就会被淘汰。现在你可以向我提一个问题。我只能问一个问题，回答是还是不是。我觉得最有机会的其实就是说，等一下，我在听啊。不能比一七零高的那个人是不是我？不能比一七零高的那个人是不是我？什么？再重复。你再说，你重复，你重复你的答案。他肯定是因为我很喜欢大声说话。这个要不然就掐他一下。对。挠他痒，挠他痒。请认真听一下信息，请去一楼电梯旁找106报箱。106。报箱钥匙就在右侧的花盆里。好，放心，交代我的任务，我一定会完成。请放心。好，出发，出发。哎，几人的事？一楼电梯旁，还有那数字是几？祖蓝，听我说，现在宝强身上有了地图，有地图，而你是唯一看过地图的。对，我们如果再继续僵持下去，宝强就找到了，我们大家都没用了。所以，我可以不把你抱过一米七，我们先去找王宝强，是不是？是，是真的。刚才跟你说了，我就听了一遍，我跟你重复一遍，忘了。电梯旁边花盆里。现在时间就不多了，我真的没有骗你。你根据地图说，根据地图说，那三楼它是圈了，但是不知道有什么。都不爱拍照，这是家中留存的唯一旧照，曾遭车祸，英年早逝，
荣宫上下伤痛欲绝，悲愤向家，痛诉白乐门歌女红颜祸水。真的都让我给说对了，不能相信你，最后邓凯一定会死在他的手里，不信你就等着瞧。不能，哎，宝箱的，哎，他也找到了相机。你找到相机了？所以说我先找到，证明咱们，我知道你的身世了，我已经知道了。然后呢？我很同情你。你认识那个是什么 ？No， go， 干嘛？你不能被他拍照，你不能被他拍照。你帮我看看。荣丰百货大少因车祸去世，少爷素不爱拍照，这是家中存留的唯一旧照。他死了，他俩还在一起。你的相机从哪儿来的？我相机。我相机是从那儿得到的，信号得到的。OK OK， 我相信你，你不能怀疑我。OK， 所以少爷素不爱拍照。对，就交给他拍照吧，就交给他拍照吧。跟他一起，别分开。OK， 我知道了。OK， 啊，我们 team 还在，对不对？对。OK。我也有相机啊。2014年太可怕了，这里为什么那么可怕？我要回我的年代。我们还可以上楼。黄总来，没找到宝箱啊。我们现在啊，我们得要联合，让他们俩 out 掉。你那张纸上标记的就是有效电话的位置。这地方。有用没有？我跟你讲，就是有没有，刚才我去了，没办法，帮你看去了没有？这个位置还是那个位置？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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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让你走。人身高超过了170，王祖蓝 out。真的是祖蓝，就是他，我一开始我就想肯定是他。我告诉你们俩，我也记住你们的。没事，祖蓝，对不起，别纠结，别难过，对不起，对不起，你做得非常好，非常正确，非常正。祖蓝是很感激你的，因为您能让他解脱。我跟他真的是，我们俩是没有有过战斗友谊的。那个没有用，因为之前我跟他战斗的很多很多， okay. 好几次他都把我背叛了， okay. 我都没有怀恨在心， okay. 但是只是痛心而已， okay. 但只是痛心而已。你们当中有一个人遇到水。
就会被淘汰。我是不是还可以问一个问题？你可以向我提一个问题。王宝强，我肯定是大凶手。王宝强是不是遇到谁就会死的人？是的。你们当中有一个人遇到谁会被淘汰？记着吗？我们从那哪走的时候，那个狗在哪里啊？说不定下面就有线索。哎，把它扛起来！我就不信姨你叫，我看你叫不叫。说为什么地上随随便便就会有水？陈哥，这个背上的衣，是的，我就是背这个要找依依，找他，我就不信他不叫他，我看他叫不叫。他如果离远处超过五米以上的时候，啊，不会叫的。你在前边，你一定是突然吓唬。是的，就是这个意思。王宝强看见我拿着水，肯定就会跑。要不先把这个盖上。宝宝，别怪我，口水很脏哦。我现在感觉我特别像特种兵背着一个肩扛火箭筒，谁来我喷谁。我已经拍到了好吗？哎，这是肉搏战的时候，红礼服。No， 对不起，你没有。Sorry。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最后。我 out 之后，你们俩打算怎么结束这个游戏？这你不用打，我会为他唱歌。你呢？你会为他拍自拍照吗？我会为他自拍。这样吧，海壮，哎，咱们是男人，嗯，你回头我自拍，刘女生 ，OK， 我愿意。你这个题我非常愿意，我愿意，因为我在黄包车时代，我对依依也是充满情感的，我每天送她路上。我就闻着那个它的香味儿一直跑着去跑。
为了我说出我心里的话，让我转过去好吗 ？OK。为了我们一深爱的女人，我愿意为你 out。我愿意为她牺牲。二一，我转过去。我觉得，不管你们俩谁留在最后，其实，爱情赢了。OK， 没错。姑姑太可爱了，是真爱啊。耶、yeah! ！今天最终的获胜者，郑恺。你好。带着我爱的人一起回到我们那个年代，一。但是现在，只要我喜欢你就行。无论是三十年代还是现在，爱情都胜过了一切。有人牺牲，有人活了下来。本节目奖品由正品网购平台苏宁易购友情提供。最后是因为爱情，在我回到三十年代之前，我想把这条项链物归原主的送给你。一，它本来就是属于你的，我还是要把它送给你。你说我是你的超级英雄，偶尔也可真。感谢蓝天下官网、新浪网、微博、微信、新浪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网易娱乐、凤凰娱乐、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易信、百度搜索、百度贴吧、优酷、土豆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乐视、爱奇艺、PPTV、搜狗搜索、大众点评、网易新闻客户端、凤凰新闻客户端、腾讯新闻客户端、搜狐新闻客户端、新浪新闻客户端、三季门户、天涯社区、人人网、开心网、美图秀秀、今日头条、Zucker、携程网、咕嘟运动等平台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兄弟，本栏目由上海大众汽车奢侈宽体轿跑 Lamando 零度独家冠名。 Lamando 零度现已全线预售开跑，零度轿跑魅力战袍。本栏目由玉条鸡尾酒领导品牌 Real 鸡尾酒特约播出，极致影像，至美一拍，参与互动赢取 OPPO N3 电动旋转拍照手机。
公元450年，亚瑟王赏赐守护骑士鲍斯一条稀有的蓝宝石项链。传说中的预言骑士，拥有这颗宝石的人将获得永恒的爱情。鲍斯将它作为信物送给爱妻艾琳娜，并取名为海洋之心。鲍斯征战沙场而亡，项链也随艾琳娜颠沛流离，不知所终。千百年来，为了拥有这个象征永恒爱情的珍宝，世间的人们演绎了一段又一段惊世传奇。西方民族哈啊！哎呀，真好看！啊，你知道吗？前两天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一个款式，它的盘扣比你这个可精致多了，而且腰线收得特别好。到时候我肯定还会再定做两件，可以吗？啊？哎，你项链真好看啊！啊？好看，好看，好看！谢谢，再见。易小姐，邓先生，你好，你好久没有来白乐门了。是是是是是，我最近排了一个新的节目，而且你知道吗？这一件玫红色的旗袍，我就知道是你喜欢的颜色，才为那个节目定做的。雪山，旗袍太漂亮了，我就知道你会喜欢，所以我的新节目你一定要来呀。啊，必须的，就这么说定了。一定的，再见。OK。王师傅，那个王师傅，对对对，上班去，下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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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班。哎，我对这一叨叨，你们小文，小文，小文。我最近进了两头狮子，是吗？来，你看，那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个狮子，这个啊，你看这个，你看，哎。等一下，稍等，稍等，我给他晾晾，给他晾晾。你跟他做套旗袍，哎，给他做旗袍，好不好？哎，过道过道，哎，好，小心。哎，到了到了，哎，小姐。哎呀，你慢下啊。嗯。来来来，您下来啊。哎呦，您这项链真好看啊。谢谢，记得晚上一定要来接我。好好好，那晚上见啊。好，再见。哎，好嘞。依依啊，最近听很多老板说你工作不是很努力啊，是不是攀上什么高枝啊？怎么会？您这儿把我捧得这么红，我一定不会另谋高就的。没事，不要搞得大家都很难看。那是，谢谢陈老板。哎，你最向来一种啊？啊？啊，没什么。好好工作，陈老板再见。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
你最近的好忙啊。还好。给你。哇，谢谢。哇，条颈呢度靓啊！好了，你先化妆，我要上场了。好啊，拜拜，拜拜。拜拜。易小姐，都变了，难道意大利？原来衣服不是这样的。不怪我说你都演了。现在是哪年？多大你？我不知道，我突然间到这儿的。你那个鞋子是什么鞋？你是穿越过来的？我穿越。这里边呢？这什么啊？这我做衣服的，怎么跑这儿来了？说的古老项链，仿佛在冥冥之中牵引着七位兄弟来到了2014年的上海。在这里，他们将接受怎样的挑战呢？陈老板，你怎么在这里啊？因为我的珍贵，人人都想拥有我。在这个时空通过我的考验才能找到我古老的项链。首先完成第一个任务，我会带你找到其他所有的技能。因为我的珍贵，人人都想拥有我。在这个时空通过我的考验才能找到我。首先完成第一个任务，我会带你找到其他所有的技能。孤傲的项链，孤傲的项链。任务内容，请找附近市民
掰手腕，并掰赢十人，十个人我不行啊。你好，来坐，快坐。叔叔跟你玩个游戏啊。游戏很简单，把你的手给我，这样。对，哎，这叫什么名字啊？吴昊。哦，吴昊，吴昊你好，叔叔呢要跟你完成一个任务，好吗？我让你两个手给我掰手腕，好吗？两个手你也来不够啊！预备，哎，哟，哎呦，现在人怎么啊？就太极退掌，哎呦，我赢了。哎呀，我出汗了。这小孩不算。为什么不算？小孩不算。你叫我凹手筋啊？好。对你哪个手力气大？我这个手吧。好。小手。这个可以，这主要是我这个手不行。好，给我这个来接。不，没关系，没关系。不，不要紧，我养。我力气太大了。不，不要紧的，我就来这个手。啊，确实。来，这个手来。你要小心啊，好不好？我力气太大了，别怕啊。来，预备。但是要认真努力的。我知道，好不好？对，一定要用力。啊。吃奶的那种力。我知道。我们开始了，预备，一、二、三。啊！我是在一个什么地方？为什么所有人力气都这么大？呀！你把这个手放。不好意思，大爷，这个没有，我没有用力的，我只是搭在这儿。搭在这里，我搭呀，搭在这里是用力啊。是，这个都被看见，我放在这儿可以吗？可以。可以，好没面子。我可能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你要不有事您先走。不，没事。啊？我没事啊。没事是吧？我就跟你不是，我怕耽误你时间。没，不要紧。啊？不要紧，你要跟我来吗？不来吗？我就走。啊，来，那你确实力气特别大，来，一二三。你放弃了？我放弃了。你让我？我让你。我不要你让我。我再来试一次。再试一次。你真的是让我？不是让你。我没有用力了，不用了。好来，来，朱姐啊，来。啊，行。可以。朱姐真的确实注意力就是非常，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来，三、二、一，朱姐。朱姐，你看，朱姐，你真的，你又让给我了，不让，我是输了，是输了是吧？输给你了，确实是输了哈。对，感谢，谢谢你，再见，再见，拜拜。力气真的太大了。媳妇儿好，哎，火。
生命的是西瓜。你们太过分了，挑战失败。这是你的任务，请看任务卡。请扮演蜡像半小时，等待一个重要的人到来。接头暗号：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个待遇很早了，怎么变了？这个120、125、125、300、300亿、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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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死我了。才刚刚结束，不要！为什么你被抓走了？我不知道。那我怎么办？不知道，可能还要你吃吧。我还要吃吧。大哥，来。南京西路，大哥，你知道南京西路在哪吗？什么叫南京路？什么地方？2-68号。南京西路2-68，肯定在前面，前面。跑过去要多长时间？有段路的。那我走了。好，十分钟啊！我跑过去十分钟。好。弄堂的朋友们，我邀请大家来做一次掰手腕，因为我天下无敌啊，天下无敌啊。你看，没有人来敢来了。我现在已经完成了任务，对吗？我可以去找我的其他的竞争者，然后去找项链的线索。为什么我会疼？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你不会也是蜡像吧？吓我一跳！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是要哭了吗？我等的人怎么还不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你终于来了。
真的是你吗？真的是我。你知道我为了等你，我腿都麻了。你知道刚才路过好多人跟我照相，你终于来了，真的是你。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我的真爱在这里。我现在来说明一下你们俩的关系。好，其实郑凯你是百货公司的富家少爷。我是啊，我一直都是啊。好吧，依依您是出身贫寒的歌女，尽管少爷的家里一直在反对你们约会，但是你们一直是一对秘密的情人。你父亲还那么讨厌我吗？我知道了。不重要，只要我喜欢你就行。依依，你曾经胸前带着的那个海洋之星，就是郑凯从家里偷出来的传家之宝。传说中拥有这串项链的人就能够拥有幸福，因为你们先后是这个项链的主人，所以今天你们可以作为一组来一起夺回珠宝。接下来的任务中，你们两个可以相互暗中帮助，但请不要告诉另外五位成员。今天一定是我们最后可以夺回那个真爱的项链。那还用说吗？我们两个人，对，他们都是一个人，这我觉得完全没有难度了。好，两个人的智慧和两个人的体力，关键要有默契。关键还有默契。Yes。Yeah。喂，我。好美啊！东方之珠，哇！哇，这是哪里啊？哇，什么地方？哎，好像跟我们是有关系的哦。不要管我！哇，我跳下去！哎，小心！哎，小心！哎，小心！小心！小心！你经常下水啊？被我们吓了。不用。哟，王裁缝，裁缝，你会做这种衣服吗？是啊，我说还有这种布料，我一见都没见过。王裁缝，为什么你穿着女人的丝袜，还有个英文？因为，哎，我也穿着。哎，你这穿还都穿着，对，手指呢？对呀。你们七个人穿越到现在，就是为了寻找那个宝贵的项链。这个游戏环节，如果你们获胜了，你们会将得到这个项链的重要的线索。你为什么要把项链搞丢啊？好了，请到指定区域和东方明珠合影。在听到导演给出要拍照的口令后，相机会随时自动拍照。在照片中露出全脸的人可得一分，积分最高的人获胜。你指的拍照是那个会勾人魂魄的机器吗？你说那是什么机器啊？你是妖术。你在民国也不在怎么了？那个机器在哪里？先往大巴的方向看，先往大巴的方向看。啊！啊！啊！又是谁？导演？为什么又是他呢？我们就直接到海里拍吧。去吧。大家在这个泳池里玩拍照片的游戏，上浮台把自己的五官露出来算获胜。那这个对一很不公平啊！我们都试验过了，是没问题的。她是一位女士，嗯，那你们可以照顾她呀。那不可能！来，准备。啊！啊！老板来
好，现在是有没有？为什么我每张照片都那么？我在哪里？看看我呀！现在是右下方的11，得一分。其他人在这一轮比赛是零分。这么看，其实你看一的大腿还挺粗的。我特别受不了的是什么？我没有你们任何人。我特别受不了这么短的距离还有人游过去，我真的受不了。这一轮的规则是，不但要把自己的整张脸露出来，还要把你们的嘴巴憋起来。我懂你意思，做抉择就完了吗？准备。赢的就我一个，因为我真的没有。真的没有表情，一个都没有。但是你没有五官啊。你没有脸。这一轮呢，大家要把脸露出来的同时，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我是全部做到，然后缺陷的人做不到的，没办法，比如说，你天眼吧，你可以。准备，三二。不用吗？这么快上去？啊，你们给我加一分啊！不用吗？开始，开到了。你干嘛推我呀？你给我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好厉害我！我在哪儿？我人呢？在别人的屁股上。我投降了。谁做我的？谁做我的？脸都紫了都，十几轮，他的屁股太翘了。这轮比赛里面是海豚得了一分，海豚应该两分了，海豚真的有两分。你看一下他身上那个图案，他应该有。现在王宝强、王祖蓝、依依、海泉得了两分，一模要决出最后的冠军，说明还要再来一轮。三二，开始！放下，放下，停停停停！打你们，不打你们！拍照了，开始拍照了。在这个游戏环节中，获胜的是王祖蓝。哇，谢谢！祖蓝，你分是吧？第一次拿第一，酷！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一次会赢吗？为什么？有策略。不是，因为我没有跟你们一队。好了，王祖蓝获得了胜利，你就得到了相应的比较优越的条件。来寻找那颗项链，这是你的，唯一是给你的。可以现在看，你可以现在看，但是不要别的人看到。